OK 啊，兄弟们，最近呢也是太穷了，现在仓库也就只剩下几件六级了。这几件六级完全是不够用的，这期视频我就去赚点装备好吧。带上200发高爆这把必须赚够10000件六套。好了，全部带上了，不废话，直接开。OK 啊，也是进来了好吧？怎么变普六了？一定是卡 bug 了好吧？咱们的目的是赚装备，现在哪有人咱们就去哪。因为右手边和对面都有复活点，咱们圈结束先去防区守着。待了一会没动静，本想走了，然后就看到后面的要过来了。不出来了，绕一下，偷他侧边。找两个他队友，肯定也在附近，咱们先绕着观察一下他队友的位置。看到了，看错了，是人机。听到前面有枪声，他队友应该在那边，咱们先把人补了。这个人居然爆了一个金光，还是一把妹控，直接带走。防区人机抢枪了，应该有人在下面，差点被偷了。卡里那人好像被打了，不确定。这位置是待不了的，咱们只能拉过去。 OK， 这人确实是被打倒了，还是被人机打倒的，直接给他补掉。我绕过来之后也是发现他队友跑到对面去了。好了，拿下一队，这个人就掉了一件五甲。刚才补掉那个爆了一件六甲和一把精妹，全部带走。紧接着来到了这边，发现人还没走，估计是刚打完架。不漏了，因为不确定他们有多少人，咱们肯定不能上，就等着他们来猛咱们。然后有一个也是偷偷摸摸的绕过来了，等他出掩体再给他秒了。 OK， 直接打掉好吧。等了半天他队友也不过来，刚想过来挑衅一下，这人他队友就过来了。你们听他来了，咱们先躲掩体。这燃烧真恶心，镜都开不了。 OK， 也是拿下了，来看看他们掉了什么。一个六包和六头，还有一把 G3。 再来看看这边这个，另一个掉了三个六头，还有一把精妹，还有一个六包 G3， 还有精妹都装补上了。这把也就赚一点点吧。来到第二把，这把出生在死人复活点，圈结束直接过去掉前面那队。刚过来就看到了他们滑电线过来了，他们也看到我了，不清楚他们有多少人，先去防区待着。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人，肯定会过来忙我，咱们就走着就行了。OK， 拿下两个，这个也是掉了一件六甲，这边这个掉了一个六头，在外面实在是找不到人了。刚来到辐射就听到枪声了，听到脚步声了，前面大仓有一个，他队友在对面，咱们直接跟他打。还想跑是吧，直接追。他队友现在应该也过来了，咱们直接把这人补掉。他队友甩雷过来了，直接走。你们听脚步，前面有一个猛过来了。然后等了一会，他队友也是直接从楼上跳下来了。OK， 两发榴弹都中了，这人指定半血，咱们直接追。这里失误，不小心点到攀爬了，不过他没打我。拿下。爆率也是非常的高，好吧，掉了一件六甲，外面这个又是一件六甲，还有两个六头，这就是这两把挣到的，也还好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因为时间原因，下期再去弄点存款。